是郝清风，我救吗？确实是郝清风，知道吗？这次我是以正事的第一狙击手的身份。大司机，没错，值得纪念。郝静，没事吧？事儿。你这额头受伤了呀？没什么，就是刚刚撞车，擦点皮。郝静，我们一起努力的。 这是你撞的，啊，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没什么，就是擦破了点皮。我没事儿。阿静，我们为你骄傲。 小云，这次你二姨来啊，是给你介绍了一个男朋友。怎么又说这个事儿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我没工夫。二姨、妈，我待会儿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小云呐，你爸常年在国外工作，你从小到大都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妈妈疼你惯你，你经常使性子吧，妈妈都不怎么管你。 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但是有的事情吧，妈妈不想干涉你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妈妈非得管。妈，哎呀，小云，小云，先来坐坐。小云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老这么单着，你爸你妈也着急呀。 可是找对象这个事儿，总得我自己找吧。等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你看看你二姨，这次介绍的特别好，就住在东海市，人家自己做生意，条件没得说，你得去见见。那个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改天吧，改天。小云，小云。 你今天要是走啊，你就别再回来。有人吗？ 是林云警官吧？你就是康正。对，是我。看来没错了，请坐。 想喝点什么？啊，要不来点红酒吧，我这儿可什么酒都有。对不起，我不喝酒。那拿点饮料。不用了，我时间有限，聊两句得了。好，那就聊两句啊。
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像林警官你这么漂亮的女警察。那你心目中女警察都是什么样？个个都是母夜叉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林警官你真的让我十分的惊喜。坦诚说吧，我对你呢也算是一见钟情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。 想做一名警察，可造化弄人，后来我没做成警察，所以说我特别想找一个女警察给我做老婆，找一个像林警官你这样漂亮的女警察给我做老婆，这是我毕生的梦想。而且我想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的话，我这个酒吧的生意一定会蒸蒸日上的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 那我说两句吧，请讲。首先，你想当警察也好，想娶女警察也好，这是你的梦想，我没有义务帮你完成。第二，如果你想找个漂亮的，这儿灯红酒绿的应该不缺。但是如果你想找警察做保护伞，对不起，请你死了这条心，起码在我这儿不可能。第三。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应付我妈跟我二姨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林警官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哎，等等我，哎，林警官，林警官，哎哎，说两句行吗？说。哎，早就听你二姨说，你这个人脾气比较火爆，人也比较直接。 我今天算是领教了。这样，我也开诚布公吧。这女警察呢，也是人，是吧？这是女人就想要幸福安定的生活，她怎么才能得到幸福安定的生活呢？那得需要有物质的基础。你像我吧，像这样的酒吧，我在东海有三家，房子呢也有三处。 开的是奔驰房车。对了，我还有一辆路虎揽胜。至于存款嘛，七位数。不是，你到底怎么样？你给句话呀！我已经很直接了。挺直接的，谢谢你的坦率。哎，林警官，你听我跟你说两句呗。鸿飞。 生什么气呀？哎呦，我也不想来相亲的。相亲？是我妈跟我二姨非逼着我来。就这么简单呢？没了。没了。哎，我说沈鸿飞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我就是觉得好奇。你别生气了啊，我向你道歉。 是，合着东海市还能找到这么漂亮的人吗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嫂子太漂亮了，嫂子比电影明星还漂亮，她的美容院都不用请明星代言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是。说的也太夸张了吧？行了，黄老板，请吧。怎么样，小雅，装修还满意吧？熊三。 谢谢你啊。
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。只要你喜欢，以后想不到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行了，今天你第一天营业，我们这些人就不耽误你做生意了。哥几个，我楼上弄了一茶室，上去喝茶去。走，走嘞，走了。嗯。 到那边坐吧，小李倒杯水。真好啊！是啊，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是不是要午饭晚饭一起请我吃啊？前面有家地锅鸡，我们来吃过，味道不错。啊？我们？谁们？我和几个战友们。 什么地锅鸡？这不是王小养吗？沈鸿飞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怎么是故意的呢？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走吧。哎，等等，看样子今天他开业，你去祝贺一下吧。在我印象里。 你可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啊！正因为我不是小气的人，我才让你去的。沈鸿飞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狭隘？去吧，于情于理，都应该祝贺一下。我是认真的。小雅，你真幸福。 咱们姐妹几个，属你混得最好了，狗富贵，物相忘啊！哎呦，看你们把我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就是小雅才不是那种势利的姑娘呢，不然咱们几个怎么可能成为这么好的姐妹嘛？对，来喝点水吧。老板，外头有个人说是您的朋友，您要不要外面去看一下？我去看看，你等我一下啊。 是你啊，你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是啊，你真行啊你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来吧，进去吧，来招呼一下。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算了，是你说的啊，你自己。 亲爱的们，猜我见着谁了？谁呀？沈鸿飞，小雅在外面跟他说这话呢。啊，不会吧？哎呦，真是命运无常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你说，跟着三哥，总比跟着沈鸿飞强吧？一个特警，一个月能挣几个钱？要我说，没那么简单，感情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三哥来晚了。三哥好。你好，三哥。怎么不上来坐啊？小雅呢？三哥，我替小雅解释一下。
刚刚沈鸿飞就是碰巧路过了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小雅就是应付一下。说着话呢，就应付。你看你们紧张什么？沈鸿飞也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他既然来了，我也得去招呼招呼。坐啊。好，回见蔡哥。那什么，我们就走了。啊，楼上有个茶室，喝两杯茶再走吧。改天吧。哟，真巧啊！陈三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刚才想下楼上个厕所，正好从里边看见二位警官。怎么着，这是来视察视察工作？不过我们这美容院可不归特警管吧？要不就是来砸场子的。熊三。熊三儿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王小雅本来就是沈鸿飞的前女友，就算两个人分手了，也是朋友吧？那朋友的美容院开业，过来道贺道贺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从这点上看，你就没有我们家鸿飞大气，连我都不如。王小雅，祝福话我们也说了，再次祝你开业大吉，财源广进。我和鸿飞告辞了。他们俩来找你，说什么呀？没说什么，就是祝福了一下。走吧。其实啊，说什么我也不怕了。现在你是我的女人。接个电话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走吧。谁打的电话？啊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。什么生意啊？就是一些投资生意。走吧，进去。可是我看你有点不高兴。没有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你可以跟我说。我不用你帮，没什么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是真的想帮你点什么。行，如果说。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好吧，走吧。走。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王夏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你能给他开美容院吗？熊三儿就能。熊三儿绝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太丑了。是吗？绝对是。大鱼。我就担心是多余的。不喜欢的，这是女孩的天性。你见我什么时候用个卡通的东西啊？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。那是因为你以前的世界是灰色的，我希望你以后的世界是粉色的，充满阳光的。我一直都充满阳光好吗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因为你现在笑容是真实的，真实的笑容最好看。我好看还用着你说啊？我当然得这么说了，女孩都喜欢听好话，这招我百试不爽。不，陶静，我说错话了啊，我的意思是……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的底细，你谈过女朋友还不止一个。
是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，名声还很臭。是，昔日我确实是个花花公子，我谈过很多女朋友，而且换得挺勤的。所以呢？没有所以。嗯？我想说的是，我谈过那么多女朋友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，把自己的情感完全的投入进去，尝试去关心和呵护一个女孩，真正用心去感受这个女孩。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，分分秒秒都在关注着她，因为她的笑而开心，因为她的哭而悲伤，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，哪怕用自己的命去换他的命。陶晶，你就是这个女孩。台词不错，演技也很棒，但是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吗？陶晶，我没有在演戏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就不信。啊，你谈过那么多女朋友，如果你不用真心去对待她们，她们会喜欢你？傻呀！她们就是这样的，没有任何理由的围着我转，我赶都赶不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帅。你不觉得我很帅吗？怎么了？就算我不帅，那也不难看吧？你至于笑成这样吗？我不否认，你帅，我就是没见过帅的这么不要脸的。师兄能来，我能不来吗？你把我的微信都刷爆了。师兄，我们去亭子那边坐吧。还是别坐了，今儿给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吧。小刘啊，你在我心中真的就是个妹妹，我对你确实有那么一点感觉，但是那就仅限于妹妹的感觉，所以你就做我妹妹行不行？再说了，你也是警察，你也了解咱们这个行业的特质。你说是，万一有一天我要知道有师兄，就因为咱们两个人都是警察，所以我才更能理解你啊！我才不要做什么妹妹，我要做你老婆。小刘啊，你抢劫啦！抓小偷啦！哎，师兄。
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，别哭了。政治同志，我会尽快让他们检查的。先进行阻断治疗吧。毕竟，没事，我相信你们，我不紧张。 相信我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郑直，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艾滋病没你想象中那么可怕。你们都别劝我了，今天这事儿我不后悔。别说我是一名警察了，就算我是一个普通的路人，遇到这事儿。 我要生了，现在事儿既然出来了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别碰我！都别碰我！诸位兄弟姐妹，我非常高兴能够认识你们。 我也很高兴能够加入到小虎队。在小虎队的这段时间，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、最充实的时候。
我和你们还没出够呢，我还没在小虎队建功立业。我死以后啊，正直，你别瞎说，最后的定论还没出来呢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得先把话说到前头，要不然等有了定论就晚了。你们都要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过。我的手机、电脑、iPad。单反什么的，你们消消毒，或许还能用。你们大伙儿就分了吧，别抢啊！逢年过节记得给我上柱香，清明节的时候记得给我烧点纸钱。我也不知道那边物价怎么样。都别小气啊！正直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还有什么梦想要实现？就说吧，我们能帮你实现的，都会帮你实现。我是医生，有些事避免是没有用的。先做打算是对的，你们别怪我冷酷。你这不是冷酷，那是什么？是二。陶静说的对，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吧。我就有一个梦想，可是恐怕现在实现不了了。我们老郑家世世代代都是警察，可是到我这儿估计要断户了。我现在连个孩子都还没有呢。师兄，我给你生。我们今天晚上就结婚，今天就洞房。我努努力给你生个双胞胎，我一定给你生个双胞胎。这是突发的意外，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，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呀。可是我真的很心疼。我和你一样，正直一直表现很好。如果他真的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我们，甚至离开这个世界，那我们一辈子都无法释怀。老铁，你说为什么让我们无法释怀的事情有那么多呢？因为我们是警察。对，因为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是警察。警察所面临和承受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，也许唯一比我们痛苦的就是警察的家属。你知道正直是独生子，如果他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呢？医生，结果是不是出来了？怎么样？师兄，他是不是没有被感染艾滋病？初步的检验结果，各项指标都是阴性。
师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说是虚惊一场嘛。师兄，你听见了吗？是殷师兄，你没事儿了。各位，我不得不如实的告诉大家，关于艾滋病毒的检测，仅仅凭借这个结果还是不行的，因为艾滋病是有潜伏期的。要想彻底排除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，还需要分期提取血液样本。按照目前检测的结果，最快也需要6周的时间才能彻底确定有没有被感染。6周？也就是说，只有最终的结果出来，才能确定郑志同志是否被感染了艾滋病毒。郑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按照医学常识，艾滋病感染的观察期并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郑志为什么要走，你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。也许在6周以后还会回来，也许。他永远都不会回到小虎队了。这事儿我不会管，你们自己决定。